2014年10月25号 Amy 家 Reading Tape 1 Question 1 描述一下这个纪念品对一个不曾见过他的朋友然后他是有什么设计然后尽量描述的详细一些可以把它拿起来对着镜头中文吗都行 up to you就是一个茶杯垫啦它上面有一块铁片的部分是可以隔热的然后是一个传统的京剧脸谱这是蛮有中国特色的然后背面呢是黑色的泡沫做成的可以隔热还可以防滑就这样